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。 结完婚就没有好日子了。我的产品卖得很快。老板，我有个坏消息。它是什么？亚马逊刚刚在客户方面超越了我们。没有人更好加非产品。 再穷，第二代穷，到了第三代就过不下去了，因为根本就娶不到老婆。如果你儿子要娶媳妇的话，你觉得给多少彩礼合适呢？再穷，我的产品卖得很快。因为他们，老板，我有个坏消息，它是什么？如果你儿子要娶媳妇的话，你觉得给多少彩礼合适呢？亚马逊刚刚在客户方面超越了我们。 因为他们75%是离异，15%是准备分居。但凡他们有一条腿压着，都不至于娶那么早。因为结完婚就没有好日子。 我的产品卖得很快。代穷，第二代穷，到了第三代就过不下去了，因为根本就娶不到老婆。Yeah.